透视一塌糊涂就不说了，连最基本的名安调子也没画出来。你尊姓大名啊？千金。给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学费啊。你不是今天开学了吗？怎么了？你又不想学了？这也是我爸给的。没有，妈瞒着你爸给的。啊！我就知道我是你亲生的。好了好了，快吃饭吧。嗯，你放心，我以后赚钱肯定会慢慢还给你的。还什么呀？不用你还，你只要好好学习，别三分钟热度一过就又不想学了就行。不会的，这次我一定努力学，我会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的。但是一码归一码，这个钱呢，等我发工资一定要还给你，因为你挣钱也不容易。我的晶晶长大了。观察过了，门口有三家便利店，两家快餐店，一家麻辣烫店，一家披萨店。观察的还挺仔细。那当然。这样吧，如果一会儿我下课早的话呢，我就先买完吃的，然后去隔壁找你，怎么样？你也可以去后面小花园等我，风景好。小花园？妙啊，还有小花园。把这儿当度假村呢？这谁呀？秦老师好。嗯，好。你运气太好了，居然摊上 Snape 了。嗯，没想到他教基础班。祝你好运吧，晶晶。有那么可怕吗？张长安。不是吧？比他才可怕一百倍。上课了，我先走了。对，门口那个，脚底下抹胶水了。进不进来啊？不进来关门了。你在看什么啊？没什么。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我这个假期报了街舞工作室，有时候可能要早退，你到时候帮我跟老师打个掩护。这事你妈知道吗？当然不知道，所以。靠你了，康导。我知道了。你最近都没怎么上豆瓣了，上次我给你发消息你也没回。我最近太忙了，那小组平时也不怎么管，管理员我都给别人了。哦。这个明暗对比不好。几句话呀？老师，你在这看着我，我有点紧张。来，大家停一下。来欣赏一下这幅大作。不用吧。透视一塌糊涂就不说了，连最基本的明暗调子也没画出来。你尊姓大名啊？晶晶。今年参加统考啊？那半年后就要上战场了，现在还好意思画成这样？不是老师，我是新来的，我以前没学过。没学过是借口吗？没学过是借口吗？统考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跟阅卷老师说，老师我没有学过，能不能网开一面，手下留个情？我知道在座有很多没有学过的同学，你们起跑就已经比别人慢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半年之后，你们怎么和已经学了几年、十几年的同学站在同一条赛道上比赛？
这里不是少年宫，也不是兴趣班，大家来到我这儿就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没有借口，没有休息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画笔是创造美好的，不是制造垃圾的。重画。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不去换衣服？我想歇会儿，从集训班到这儿一个小时。今天集训班上怎么样？别提了，我们班有个老师特别凶，叫斯内普。我觉得他就是反社会人格，以折磨人为乐趣。没这么严重吧？怎么不严重啊？他居然把我画撕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你画的不好啊？他还说了，我们到了集训班以后没有休息，上课画画，下课还要开大会，然后总结一下自己画的画哪里不对。我说漏了吧，还要挨骂。那我刚去，我哪知道呀？这不是变态吗？你还没回答我呢，是不是因为你画的不好啊？是，行了吧？我觉得这老师对你们还挺负责的，至少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。那他负责，他不会好好说话吗？干嘛讽刺人啊？这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。不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人呢？我去换衣服了。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